25,000蚊喺何文田租间吉屋，你睇下啲呢度就系门口，然后就一个长形嘅厅。哦，你睇呢边就系厨房，哇，好细。不过啲家具炉具都 OK 嘅，水槽又算大啦，有扇大窗。呢边有个细露台，行出去望到，市区景啊，流散。Wonderful。呢边就系浴室，有窗嘅混石面，睡房就几方正，2米1×2米2，然后呢边主人房。Louis 又冇第二间，我哋睇另一间就是浩田嘅两房，呢度就长形嘅厨房。一排橱柜，呢边行出去景观略为差啲，低层少少，都系楼。然后呢边就长形嘅下发厅，转入去走廊呢个位置，我哋先睇咗个浴室，有窗嘅。呢边就睡房，同温开门天嗰间差唔多。再兜入嚟就系主人房，都系好方正啦，有个细露台，都系2.5万。两间拣一间，你拣边间？